我曾經講過呢一首歌，咁啊呢一首歌歌名叫做《講不出再見》。我希望我哋以後都可以見下面，聽下歌，開開心心咁樣。聽完歌之後咧，又可能一個禮拜嘅工作過後咧，跟住又再翻嚟聽歌嘅現場，大家可以將一啲歌曲上面嘅能量咧，翻去自己身體裏面，好多正能量。所以想帶呢首歌俾大家，係講不出再見。希望你哋會喜歡，多謝。可唔可以大聲啲噶？我最怕任何你背向我转面，要走一
咁當然好希望我哋每次見面都係開心啦，唔係傷心啦。所以咧嗰次我認為並唔係我哋最後一次見面嘅，所以我覺得令我傷心到講不出再見咧，所以我就冇喺7月29號嗰日唱出嚟嘅呢一首歌。所以我就揀咗不再猶豫咯，所以我都好記得呢個畫面。好多謝大家喜歡呢一首歌。